下面就是做那个传感器的应用，咱用那个先进行一个光学传感器进行试验，也可以换成那个电感的和电容的。24伏接那个传感器24伏。零伏接传感器的零伏，然后用那个传感器关联传感器输出控制继电器。既然是一个300伏点去控制一个灯。当有物体经过关联传感器之后，传感器就会有输出，它输出会驱动继电器。Okay.